其实 3D 动画现在刚刚我讲过，它用到几率机会是很广。像我们现在最清楚的就是像一般的3D 动画，就是电视电影，像皮克斯、那迪士尼的那些3D 动画，他们本来就是需要大量的一个动画师。在教育这一块，其实很多教材也都是用 3D 来做，它可以用在很多方面，包括医疗方面也很多都是用 3D。对，所以它用到几率还蛮广，那我们就更需要一些 3D 动画师，所以以后未来的发展其实是蛮广泛的。那这门课呢，它并不是说只针对设计类群的学生来上课，只要进到长荣大学来的学生，任何科系、任何院呢，都我们都是很欢迎他们来上。对，那完全都是免费的。所以我们这两年半来呢，总共已经有14个科系来参与这个课程。那参与课程的一个人数呢，也已经达到511人次了。我们从一开始大一的3D 电脑绘图的课，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教起，甚至我们一开始也不会先讲技术，一开始先分析整个台湾或是整个国际的一个动画的一个产业，那以后他们的一个发展，好，然后再讲一下整个动画的一个概论。那慢慢的再导入一些平面的绘图，那 2D 动画，那最后才开始导入到 3D 动画这边进来。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从最浅的一个技术，然后让大家先了解一下，就是说整个动画的一个流程。那等到大一的课程大家都有了基础之后，我们从大二大三才开始再把它的难度再慢慢增加，更有强烈的一个专业性。其实最主要的话，我还是希望就是学生可以就是把课程所学呢就可以应用到外面去。那最主要就是以比赛为主。对，那比赛的话，我一直跟同学推，就是一定要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。这两年半来呢，我们外面的一个入围跟得奖就已经达到37件。对，那37件其实是还蛮厉害的。那甚至有些像那个我们也参加一些奥特克的一个动画比赛，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软体3D 软体动画公司。那他办了在台湾的一个比赛，我们甚至连金奖跟银奖都拿到了，那又拿到四个佳作，这是今年的一个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佳绩。对，其实不只是这个比赛，其实还有蛮多比赛，那包括像那个元宇宙的原创角色设计比赛，我甚至是请大一的同学去比。那大一同学去比的话，我们这一比的话就直接就拿到七个佳作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课程其实这整个配套下来其实是非常完整。其实在这两年半的课程呢，除了上课所学，然后还有参加比赛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些产学合作的一些机会。像他们这一届下来的话，我们总共有做六个案子。那六个案子等于说个别跟不同的一个公司呢，他们去做一些合作，所以从产学这边呢，学生也会很清楚就了解，就是说以后他们动画的一个执行的一个过程要怎么做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角川動漫教育の竹内です。コンテンツの力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大きくて、例えば日本に興味を持つ海外の人たち、台湾以外も含めてですね、のきっかけっていうのは、漫画やアニメ、ドラマや歌などの日本のコンテンツだったりします。まあ、そういう大きな影響力を持つコンテンツを勉強することは、たとえその業界に行かなくても、有意義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、ぜひ皆さんのご参加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角川国际动漫的罗副总。那今天非常感谢长荣大学跟 B 公司四年多以来的合作。那我们不管在 VTuber 原创角色的企划比赛之上，有充足的合作之外，我们也在课程上已经举办了四年的3+1的相关的课程。那目前呢，也有实习生那在 B 公司这边进行做实习。那也非常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持续的加入动漫创作的领域，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有趣又充满了活力的领域。谢谢大家。